心脏里的玩具和心上的笔记，你说我何不曾大胆的传奇，忘记花园到底在哪里，绝望的事都是怎样也说不出口，却为吉他手圣宇，鼓手峰峰，
好，非常谢谢，也非常期待你们的演出啊！他们在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得到冠军。那这些队伍里面呢，其实有很多队伍，他们是这个可能是上一届蝉联下来的，可是就被他们刷掉了。所以这个团队真的是不简单。想要看他们完整的演出呢，欢迎大家在我们12月31号我们的跨年的台铁的跨年晚会现场，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个现场的演出。再给他们一个热烈掌声，鼓励他们。叫做什么？我们要自我介绍。好，是。大家好，我们是温体牛肉汤。耶、yeah, ！新团体是，我是汤头。哎、欸，我是姜丝，我是牛肉。我是酱料。跟大家讲，为什么取这个团名是有意思？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四个人特别来下台南之后，除了从这个高铁站一出来就感受啊，台南跟台北天气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很热情，很温暖。对，然后我们一坐，我们一进到休息室。那温体牛肉汤真的准备好给我们，热非常谢谢团队啊，真的很开心。你知道温体牛肉汤哦，事实上我们台南市政府非常有心，我们有办过牛肉汤节，有啊、哦，所以呢，牛肉汤节里面呢也是会票选我们的所有的那个百名好店，全部都会在台南市。你们今天喝的那是非常有名的牛肉汤，对。那温体牛肉汤是来自于我们的善化。什么叫温体牛肉汤？你知道吗？没有冷冻过，现在马上做生烫，就到你的口中了。好吃吗？好鲜甜，超级好吃的，很感动。每次来台南一定要吃，早上4-5点要起床，然后直奔店里去，生怕抢不到。哎、欸，我们这次其实不用跟大家抢，因为我们主持完之后就没有要睡，就直接4点直接去排银树光买银树光。是最好的行程就是来台南，因为最棒的卡司，对不对？最棒的美食，其实一连串的曙光啊，还有夕阳啊，包括你看那个要去奇美博物馆，还有渔光岛艺术文艺中心，有没有？现在这个艺文在台南也是非常非常有名，是。之前我去过那个石鼓糖厂那边，对，哦，现在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现在台南是一个除了美食啦，然后还有这个艺文之外，然后这一次，重点是这一次的疯狂也是我们四个主持。我们四个人号称是现在是全台湾，全台湾，不要讲出来，全台湾年轻最年轻的主持人，年轻的组合，我们是最年轻的最年轻，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就是长辈来的，比较长辈，像是董哥就被发放到马祖啊，对，你敢讲，我不敢讲，我们走比较年轻，然后比较热闹的路线，这样，所以我们是台南新时代 New Style。对，最新的，然后就是这个温体牛肉汤比较最新鲜的一个状况，对对 对。而且其实每次来台南啊，因为台南总是可以给我们很多新奇，还有很多惊喜。对，因为那只有台南有，而且今天翻译老师有痛苦的表情。他这样，哎呦，他有关切一半的嘉宾哦。我刚刚就讲太快了，我就说老师对不起，对啊、我讲话是太快，不好意思。他说不会，你就讲快一点，我就比快一点。这样，结果你们四个讲，我好了，我来试一个好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不要再闹老师了，你看老师过来呼你巴掌这样子。我发现他们除了是我们全台湾哦最年轻的主持天王之外，还是最吵的，就差拍谁拍谁，就差哎，所以我可以想象，跨年一定非常的精彩，对不对？对，你们刚刚讲那么多的景点，这一个景点非常适合那都去哪里？我知道善化，我们刚刚特别有介绍，而且现场有来宾，他就是我们的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蔡组长，你在哪里？哎，组长，听说你们那边的那个求姻缘非常的灵验，对不对？有40,000多对在那边，因为求了姻缘就马上就结婚了。你要不要去啊？安排个不是、啊、比较需要的人在这里，是需要需要的人是你，对吧？他很需要吗？他很需要你，出名渴望。实不相瞒，我去过了。啊、是今年的6月11号，他那一个月老庙，我一到定点要去拍摄的时候，我就先手刀直奔月老庙，从头到尾看到每一对交往的照片都是去还愿。你不要成为40,000多的第一个失败。所以不会有，他会从四，你们是40,001号是吧？你要加油，你要加油，真的，那边真的是很漂亮。要证明这个是。而且他还有一个公仔，对不对？一个月老的娃娃。那、你今天有提过啦，哈，今天有提过。对啦，就这啦。新伯伯就连起啊，不然结了团难啦。因为来了大豆之前就去过，所以他妹很不缺啊。好。他就是有去过才会这样，对对对对，要怀孕，你结婚口袋有一个那个，哎，要不然我怎么会生3个？哦，对对对。今年我们真的会就是很开心的，是。刚提到今年卡斯，我们卡斯可以现在讲吗？怎么样？可以啊，讲预告一下。今年卡斯真的很厉害，刚说今年很多的天后嘛，像安心雅啦，回归吴映洁啦，对，有啦，李谦啦，得过金马奖、金钟奖的李谦，还有天团，还有灭火器，灭火器，灭火器，大朵，爪皮熊仔。对，今年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精彩，动不动来，对，真的是非常棒。你看哦，主持就这么厉害了，
看到我们当天的卡司你就知道。而且呢，那个安心雅啦、瑶瑶，看出来的时候大家就疯了。而且听说哦，瑶瑶她这一次特地为了我们台南设计主曲，她从来没有唱过这些歌，对，然后特地为台南的跨年，然后特地设计的，对，而且她的衣服都是自己设计，大家期待一下。超期待哦！很多的第一次都发生在台南，像鬼鬼也是第一次自己出登场，对，一个人站在舞台上。都是为了台南。我们主要为什么会来这边，是因为这个台南是每年是全台湾东西送最好的，是是，就机票有什么活动安排都亲人助理，当天不在后台，都在下面。对，都抠他们来，因为他们如果在后台没有办法拿那个抠卡片，是不是抠一大堆人来，然后在台下。我叫我丈母娘带我三个小孩。太夸张。一岁的拿一张，五岁的拿一张，八岁的也拿一张。好吧，你们就开车回家吧。希望可以抽中。台南的礼品实在是太厉害，很厉害，送最多，超级厉害的。而且不用急着走，就在老爷住一晚，就是啊，对不对？而且更棒的是，你那个最那个入场券有没有？如果最后你没抽中，留着没关系啊。听说一张值2000块，可以买机车，对，可以去宏大，对，可以去折价买机车，到1月31号为止都可以折价。对对对对，希望大家就是。真的要来，所以洪家屯已经快成为我们台南试车了。对，满街都是。我打算等一下就骑洪家屯回台南。好，说了，我们大高铁。讲话太夸张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又看到你骑回去了。我们沿路侧拍哦，侧拍。那你们先留给他。刚刚看到他们表演哦，突然我想说，如果有生炒羊肉羹，然后还有想卖给温体牛肉汤。那我们那个瑜伽馆长就要来煮一个无刺石目鱼。哦，大家，我们的最大特色就是石目鱼哈。瑜伽馆长就辖区在台南北门将军旗鼓湾啊，几乎都是石目鱼的天下，我感觉非常棒。所以来到这里，一定要来尝品尝我们的无刺石目鱼哈。那当然，我们除了美食以外哈，我们在今年的跨年三部曲首部曲就是我们北门金三角那个。今年叫做赏夕阳活动哈，那是今年已经卖到第六届了哈。那每年在这个跨年三部曲的首部曲，虽然它是节目那么精彩、那么丰富哦，但是我们这边也不遑多让哦，要吃大餐前要来这边品尝我们这边的美酒哈，一定让你陶醉哈。我们这个夕阳非常美哈，那个真的是无敌的美景哈。那受到国内外的瞩目啊，最近因为也刚获得了亚洲旅行协会的金质奖哈，所以一定要广告，因为目前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国际观光景点，那真的是我们台南的荣耀哈。那我们今年特别从22号就开始了，一系列结合水晶教堂跟北门与教会，我们从那时候开始点灯，一直到1月1号我们都有一系列的活动，包括点灯，还有整个圣诞节装置等等，然后还有一些抽奖集章的活动。尤其在12月31号当天，我们从下午3点开始，我们陆续都有一些街头艺人表演啊，还有我们的美食龙特展展览哈，还有小吃。还有一些轻音乐哈，非常柔美音乐。那大家可以不妨当天来的时候提早来，我们才不会塞车。那我们当然也有大众运输的公共接驳，希望大家都搭乘我们接驳车，免费的哈，接驳车来到我们现场。那另外那天我们在17点25分会有预估中央气象局的公告，夕阳在北门。夕阳西下的时候是17点25分哈，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讲这非常美的一个夕阳哈，这是刚讲的无敌的美景哦，一定要来这边来欣赏。那完了之后我们还会有那个光影的舞蹈表演哈，那这个是受到非常大家非常的喜爱哈。那当然因为我们因应整个北门水晶教堂的重新的启用哦，所以我们会跟旅行社跟台南市的五星级饭店结合哦，大家可以提早可能30号连假前就来到这边来旅游哦。我们从北门将军七谷哦，一直尤其将军有一个 3D 彩绘村哦，新的一个景点哈、哦。那这个还有七谷的盐山盐博物馆哦，等等都是非常棒的景点。那欢迎大家到时候能够上我们的官方网站哦来洽询哦。那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这边。倒数2017年的送走最后一道夕阳，好，然后迎接2018年新的一年的到来。那最后诸位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是我觉得是我们全台湾最漂亮的一个地方。其实我在我们大概就刚刚局长讲到已经办6年，是，就是我在这边看了
一二十年了，是百看不厌这样。为什么觉得二寮这边特别漂亮呢？其实二寮这边它有些特点，它第一个就是它离市区非常非常近，所以它交通非常非常便捷。啊，第二个部分是它是全国海拔最低的一个那个关，不管是住宿还是云南的地方这样子，在只有168公尺左右而已，而且它的漂亮可以用中国泼墨山水画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今年大概是在6:43左右哈，就是太阳慢慢从二寮的这种二地形慢慢升起的时候，阳光就会从这种二地形的地方和上面都有云海的地方，这样光芒万丈的放出来，是非常非常一个漂亮的一个景色。所以这个部分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子。那西雅这边今年就是2018啊，明年就是2018嘛，2018就是十八的是咱青春的代表，跟市府一样，就叫一个 new style 这样。所以我们今年是用青春这样的一个主题当做我们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主轴。是，所以我们在三，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会从2点左右有限制3000人的一个人数，2点左右啊，3点的话就会有青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圆游会，是到6点的时候就会有青春的乐团，就像今天的乐团非常非常的热闹这样子，跟大家一起来迎这个曙光。对啊，曙光这个部分，我们除了就是有这样活动之外，其实我们今年也跟格玛的居士，其实就是在左镇的部分，它是一个非常有艺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地方。今年我们也跟他一起合办一个系列的活动，一直延续到我们的二寮迎曙光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的活动这样啊，所以希望说今年大家因为好像最近一直有寒流这样，所以如果要来二寮迎曙光的话，可能大家要注意自己的保暖啊，希望大家在2018年第一道曙光出来的时候，能许下自己的愿望，也把我们台南这种幸福感这样的一个感觉，通通带回家这样子。欢迎大家今年也来台南一起来散步去，谢谢大家。我想我们台南跨年三部曲啊，有人开玩笑说是叫做爆肝三部曲，一直按 A 波开戏，一直到隔天的清晨啊。好，那这个要有过人的体力，但是我想每年一度的这样一个迎新送旧啊，那么一起欢跟全体市民大家一起欢度新年，大家一起忘记过去这一年的辛苦啊，跟这个各种的挑战，那迎接新的一年，我想这样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而且也因为台南有这样的一个地理的特色跟条件啊，所以我们可以在黄昏的时候欣赏国际级啊，被亚洲的这个旅游协会票选为这个国际级的这样的一个景点啊，来，而且是可以说是世界，我记得日本曾经。有一个杂志选为它是世界几个值得去这个观看欣赏的一个夕阳的一个景点啊。那么从我们来送这样的一个夕阳，那么晚上12点来参加这样的跨年啊。那么到第二天凌晨的时候，我们去左镇二寮啊，来迎接新的一年的日出。而且这个地方也很特别啊，因为二寮的月世界的地形，所以整个加上云海，它可以说是全国最低海拔。好，你们照到阿里山，好，你们照到玉山，好，在最低海拔就可以看到云海，在最低海拔就可以看到这个这个七彩变幻的一个泼墨画的一个景致啊。所以呢，是非常值得期待。好，那么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云嘉南跟西拉雅两个单位协助我们一起啊，跟我们一起共同来举办。那跨年的部分是由市府主办，那么我想除了我们有这一次有非常坚强的卡斯还有非常活泼的主持人，从刚刚主持人这样马上一上来就平常看起来很沉默啊，一上来就这个非常的热闹啊，可以期待当天一定是非常充满的欢乐，充满的喜悦啊。那我想也让我们市民平常时咱台南市政府足强的哈，因为赖市长他很节俭，他很少专门为办这个综艺活动而办，就是说今天通常都是有要促销的，
我们有要促销的这个产业，要促销的这个农产品，我们才会办活动。一般勤修工纯粹请卡司请这个明星，那就纯粹为了表演。我们进入台南市几乎只有跨年才会办这一场，那么但是这个跨年也是为了凝聚我们市民，大家一起共同来迎新送旧，凝聚市民的这种幸福光荣的感觉，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很值得期待的卡司。我想当天四位主持人一定会带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欢乐一个过年的一个气氛，那么非常值得期待。那另外第二个是这一次我们的跨年，我们也会结合台南之光，我们台南在地的年轻的职人包括最近刚得到金马奖最佳这个动画影片的这个入围其实他在全世界已经入围了20个以上的影展的最佳动画，那已经得了10个最佳动画展，可惜但金马奖更快点标准更高但是已经是台湾之光那我们觉得我们当时也会邀请这个巴克里的吉祥物还有导演，还有我们在地有很多年轻的职人，很多年轻人现在从事相关的文创还有文化的这个产业，比如说寺庙的彩绘现在老少年的一群东西老倒塞屋，现在也有年轻的人参与像这个老屋的修护皮革的这个制作我想很多在地的职人，这职人是真正是真丁金真敬业而且可以传承，已经把他的工作变成是文化艺术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台南之光，我们会跟这些台南之光的好朋友会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共同跨年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那也再次的邀请大家一起来从北门我们来观看这个夕阳来送走今年的最后一个夕阳那么到这个12点午夜在高铁五星高铁来跨年那倒数跨年，那到二寮观日出迎接新的一年的日出，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义刚一天爆肝应该没有问题，熬夜一下。那另外，如果因为二寮那个交通的那个场地的关系，所以它有受限3000人那大概2天就锁票就秒杀了所以现在如果有下雨的朋友那可以在观览日出后早上7点。在虎头皮虎头皮我们那边会有一个升旗，还有一个环虎头皮的一个践行那是一个新的一年用升旗用这个践行来迎接新的一年，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那个地方也会有很多的奖品的这个摸彩，我们希望鼓励大家用践行用健康的方式来运动来迎接新的一年。那再次预祝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跨年的活动顺利成功。那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每位赞助的厂商都业务兴隆这个生意蒸蒸日上。这样可以吗？需要蕊吗？不用蕊，好不好？一次 OK 是吧？一次 OK 了哈。市场善用你的道具了。你有小胡子啊？还是你要换？你喜欢吉他吗？大家露脸，大家露脸，要露脸。好，来，准备好了，想好了。好，台南新时代，让我们一起 New Style。